着快节奏的世界，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理想和目标，天天不断地追赶时间的脚步，期待能打造属于自己的黄金人生。然而，很多人在努力的过程中，往往感到迷惘和困惑，总觉得似乎忽略了一个重要关键。今天，让我们来告诉您，通往黄金人生的重要关键就是专注力。俗话说，花若盛开，蝴蝶自来；人若精彩，天自安排。一个人之所以会失败，往往是因为专注力不足，导致在人生的规划与梦想无法达标。而成功，不是被动等待机遇的降临，而是主动改变自己，提升专注力，打造出专属的魅力，让自己成为万众瞩目的花朵。而在天地的巧妙安排下，让您的人生仿佛拿到了金牌，从此赢得了今生的竞赛。今天，一场改变您我生命地图的机会即将展开。敬爱的太阳圣德导师即将于2024年7月6日、7月7日亲临马来西亚亚通体育馆盛大举办拥有爱黄金人生巧安排云端音乐响宴以及云端人生成长实作研究。太阳圣德导师近年来致力为人民解惑，提升心灵素质，是位深受敬重与信赖的身心灵咨询导师。导师所创作的每一首歌曲都蕴藏着无限的能量密码，让人们能够借由音乐的洗礼彻底的改变生活。只要我们愿意打开心门，那么您将会发现音乐所带给我们的转变会是多么的简单又彻底。超级生命密码从2010年发展到现在10多年，全世界各地的学员受益者不计其数。在每一个人受益的过程中，他的心中是澎湃的，是感动的。人生要吉祥，要幸福，是要一时还是一世？是要一世还是生生世世？所以要告诉所有的与会朋友，来到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一定要把它修通。你修通的时候，你才会知道自己犹如沧海之一粟，幸福吉祥我们可以掌控。我们不是苦苦的哀求，我们是主动的掌控，营造变成我们本来就有的配备，好不好？在本次的音乐响宴中，太阳圣德导师将会亲自带领着我们重新定位我们的人生目标与方向，借由这音乐的洗礼来提升我们的心灵层次与专注力。在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里，人人所追求的黄金人生将不再是我们生命的终点站，而是在我们的生生世世中都能在天地的巧妙安排与祝福下保持着永恒的精彩。让您的过去、您的现在、您的未来，这一切都有了最巧的安排。超级生命密码，由果推应。如果你能够把心门打开，接受我们所讲这是事实，而且天地的爱的能量大到无边无际，只是看你能不能够接收，能接收多少，互动多少，相应多少，你会发现人生也就越来越顺，路越走越平，越走越笃定。诚挚地邀请您，我们7月见。